好，治疗好了。我先看主线，主线。哎，对，我们上一集是忘记升级了啦。哇哩嘞！哎，真假啊？吓人哦！公告对啊，纸巾版纸巾手枪手推车，哎，手推车怎么好像讲过了？哎，其实他研究也没有很多哎。算了，我先讲比较后期的好不好？这个就有点猛了哦。你看那资源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怎么那么恐怖啊？几百万、几百万、七十五万、五十万，哈哈哈！哈，越来越吓怕嘞。安尼哦，木材。哎，两个拢保级好啊，无就粮食啊，粮食保级，两个拢保级。好内玩哦！带聊天节的当个什么？你冲呀！哎，有人怕坐标出来吗？上面有一个。